去你的吧，小伙伴们，这个石头人是被低估的，石头人其实挺厉害的，他是抗四灾，毒火雷电，是吧？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流行流程解说黑神话悟空啊。小伙伴们，咱们上回来到这儿啊，这儿有个鞭子可以抽一下，他不让我抽，他说呀最好是别拽，你老这么拽啊我就魂飞魄散了，说他说我已经无法解脱了，这是哪儿啊，妈好黑啊。反正来到这儿啊，到这儿来，我本来是我想吸点灵力回口血的，然后发现有个战车啊，你看它长这样，然后有一个鞭子挂在这儿，他不让我抽，他说你再这么抽我就死了。好，那咱们溜达溜达啊，往哪儿走啊？前面有一个什么人呢？好像是，哦，我立棍吧，来，这货老难打了啊，防御贼高，一棒再立棍，我只能这么打他啊。哎呦，不行啊，我去我去我去，我气力不够了，再立棍，只能这么打他啊。打我我也不下来，嘿，我就不下来，看你怎么办。我打，等一下气力啊，他那个盾现在还没破呢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嘿，我就不动。我打，来召唤一下砍的。咦，我也是有队伍的人啊。前面有灵力收一下啊，我这葫芦。哎呦，谁呀？什么声？哎呦我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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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股罩，屁股罩，屁股罩。这俩货，立棍，你也过来。敲，我去，一箭双雕，就是这么雕。这还有路吗？我老怕错过路啊。这上面是我下来的地方吗？不是吧，路怎么这么多啊？这边是一条路，我喝口酒吧。哎呀，黑死了，我是从这过来的吗？我是走反了吗？小伙伴们，我好像是走反了，这路怎么这么熟呢？我回到了土地庙，正好我那个法力啥都没了啊，上出香吧，走错路了。挑戏一下啊 ，OK， 然后咱们看一下，小伙伴急的走反了，走反了，是是是啊，走反了，人都有走反的时候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看看我能升级一下啥吧啊，有一个虚空结，有没有有用的让我升级一下？这个可以升级，小蛤蟆，好像没有什么玩意儿，没有我特别想升级的啊，就那个这个还行，我想升级。铁中穴的两个 OK， 然后呢咱们不要它了啊，这个它的功能是增加少许蓄力时积攒棍丝的速度，难道我弄错了吗？虚空结的俩它的啊，那咱们看一下啊，存棍的速度啊，这样坏了吗？一棒立棍，打不着打不着，气死猴，我打立棍还挺好用的啊，我这切换棍丝啊，我有点切换不明白。哎呦我去，立棍来打我，击掌棍是快吗？哎呀妈呀，喷岩浆的他，你挺厉害啊你啊！好，我这个酒里边也有抗火毒的吧？有没有？瞅一眼啊，这里边是吧？我看他咋说的啊？双冠血有一个啊，火焰单头，饮酒一段时间内少许增加火焚的耐性啊。又干啥？哎呦我去，离棍，来来，两个正好一块来来。哎呦我去，还踢我那个过来啊！哎呦我去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移形换影。替我假身呢，你往哪儿砸呢？我给你一棒子得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哦，他回去了吗？来，我跟你玩体术，走走走走走，喝口。哎呦妈，又是他，立棍，再立，当头一棒，再立，还立，再长一吊。哇，他防御力好高啊！我这三豆打的，三下才能把他那个盾给破了啊！盾没了就好打了。哎呦妈，放什么玩意儿的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，那我也摇人，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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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你的吧，打死他。哎，我的个妈，真费劲呢、啊、这往这走是吧，怎么又出来一个，砍他，你砍个六啊，这是啊，石头人揍他撞他，去你的吧。小伙伴们，这个石头人是被低估的，石头人其实挺厉害的，他是抗四灾，毒火雷电是吧，还有什么，反正抗灾啊，怼哪儿就给他怼去，完了没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，偷袭的搁后边啊，你过来打不着你了，你这我就尴尬了。哎呦，这都能打着，可以啊，来喷来喷，哎我就不下去，我打，哎呀旁边喷火的一直打我，哎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没劲儿，我回复气力是很快的啊，因为我有那个针丸，谁一直放呢，是那战车不，下边有个东西，揍他吗，我现在火焚啊，燃烧的状态。哎呀，这还有条路，怎么又出来一个，这我得打死他啊，他一直打我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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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棺材离棍，哇他是个精英怪啊，来吧我打，定身离棍，长一吊，再长一吊，再长一吊，破营击击啊，
来来砍他一下，砍他一下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玩体术来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我打，还玩不？来收一下。原来啊，我是隐身重棍流啊，我不想这么玩啊。我发现我爱上体术，体术也挺好玩的。哎呦，这个好像是升级东，升级我那个行者套装的东西。哎，把它收了吧。你是干啥的？好东西，这个啊，叫云条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地楼煞，地楼煞是干嘛的？喝口酒，这还有路没？还能走啊？哎，我去，摔错了，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去，这是个什么？哎呦我去，我掉下去了，石头人，石头人，对，磕死的。我这个石头人跟他那个石头人不一样是吧？我的妈，睡统领啊叫！哎呦我去，来再来一招。哎妈呀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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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披风柱 ，OK 跑！哎呀！我去我去我去！哎呦我的个妈！跑起来！忘了告诉你，我是一个疾跑流的啊！我打！哎呦我去我去我去！跑起来！你挺狠呐你呀！我打！立棍好使不？去你的吧！来再砍他一刀！来再给你来一下！去你的吧！来玩体术吗？哎呦我去我去我去！来继续！只能打你当了。你给我死啊！来砍他一刀！去你的吧！哎呦我去我去我去！哎呦我去我去我去！喝口药！快！来劈死他得了！给你最后的尊重，最后一招，大力金刚棒！我去你的吧！哎呦我去，摔死了！什么玩意儿？脑瓜崩飞了？虚空劫！哎我的妈！这个给我累一脑袋汗！我从这下来对吗，小伙伴们？我这不瞎溜达呀？这还有啊 ？OK， 这什么玩意儿？收一下啊！火枣还有路吗？这能上去啊？太黑了这儿，我走这路走对不对，小伙伴们？我啥都没了啊！哎呀，他还有个精魄呢，那收了吧。我的妈，差点忘了，这家伙有点像那个方舟里边的石头人，岩石巨人，睡统领叫是吧？有啥用也没感觉出来。这怎么这么多这玩意儿啊？火枣叫，我还冬枣呢，我这么多呢这儿，你干啥？你过来，你看你刚给我敲你不？来呀！哎呦我去，偷袭！你咋不早出来呢你啊？恶心人家的，我踩在这儿好像没事啊，有事啊，有火坟，这还有条路，我到底得往哪儿走啊？这还有路吗？哎呀妈呀，雪冰冰脚也是不错的，来收一下，妈全是岩浆啊，前面好像有动静啊，挺烫的，有人吗？这又是哪儿啊？你干啥呢？有火啊，旁边还有个人，还有个打我的，看见没？你干啥？去你的吧，这来过是吧？又冒出来两个。去你的吧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来，你什么玩意儿？蜈蚣！你干啥？血量见底了啊！这火枣怎么这么多呀？你看，你干啥呢？你过来！哎呦我去！这么快？你还真过来你啊？打他！这个地方打的挺合适。哎呦我去！喝药喝！挺狠的你啊！去你的吧！哎呦我去！喝药喝！你跟我比速度你啊？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是疾跑流的。你两个狗啊，搁旁边一直放技能，你恶不恶心？恶不恶心？恶不恶心？锤死你！我又来了，我能拽一下不？哎呀，这个货他不让我放啊！你不去超度那至阴之躯哦，我得超度谁啊？这个货才能出来，他关在这车里边了，好像。好吧，可以。